来，伽玛巴杰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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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你的妈妈、爸爸、老祖先现在很快乐，有食物，有药物，释迦牟尼佛舍利加持，金凡加持，我们的小胎儿也很感恩爸爸妈妈照顾他们，要超度他们了啊！今天我取的法号叫佛心，愿今天大家看到佛陀的舍利子，佛陀的舍利子就是佛陀的心，愿所有的众生都找到自己，愿他们的法号皈依了都叫佛心，好不好？如果 你要填那个单子还没有交出去，如果你有笔，你也把它佛心写在上面，愿这些祖先呢，他们的都有法号，你就填在左上角的地方写个佛心，就是他们有法号了。你没写也没关系，但是他有名字，他很快乐啊。如果写好了，麻烦教一教。我们现在就要念喽，把今天法会，包括早上，包括各位供养布施的法会传过去就好，然后放在那边。我们等一下就请老和尚主法念一念。好，来，先跟我做回向。刚刚施食完了，来，愿他们都往生极乐世界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，愿以此功德，释迦牟尼佛舍利加持功德，法会功德，施食功德，念佛功德，持咒功德，转动经幡功德，超度众生功德，所有功德回向众生，同享功德，永离三途，得生净土，现世者消灾延寿，一切满愿。好，更要回向我们老和尚身体健康，我们永远的会长，感谢法师上师慈悲，更感谢我们会长很多护法居士出钱出力。山河大地皆有情，发心护持殊胜行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生命观是什么？生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我们是山，我们是蓝天，我们是牛，我们是阳光，生命是一体的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就要告诉全世界的人，所有的友情包括山河大地跟我们都是一体的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，让全世界的友情大家合为一体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阿弥陀佛。话拨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